来，我们继续开会哦。我们由李顺经理演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谢谢，那你啊，主席哈，那你副议长，啊，俺敬重的市长、副市长，甲咱的局处长，啊，市民朋友，啊，议会先进，啊，媒体，诶，咱的啊，先生、女士、小姐哈，大家老早啊，本席。来自尖顶小港啊，选区的啊，长江啦吼，应该讲长江啦吼。啊，多年来啊，会当讲受到市民朋友的诶，这个啊委托，市民朋友的疼痛，有这个荣幸来，伊无党籍的吼，啊，无任何的资源，有法当来连任四届吼，啊，甲两届的里长，我想啊，除了我个人。啊，这个打拼以外吼，就是乡亲的疼痛。啊，希望伫任期内面吼，会当啊，甲地方反映声音，会当甲地方争取代志、争取工课，啊，予地方吼，一个交代。啊，这爱拜托咱的市长、副市长，甲咱的局处长啊，来甲咱的地方帮忙协助啦吼。以上吼，啊，今仔日进入啊，咱今仔日顺的第一个议题吼，这是啊，即届。1905年10月19日，行政院长林全吼啊，率领着咱的市政府、咱的市长啊，甲咱的副市长、局处长团队吼啊，甲国营事业的啊，董事长、总经理，包括台电、中广、中油、干部局、干部公司等等，来到咱的啊，这个小港大南部活动中心吼啊，针对啊，这个大南部。啊，数十年来的污染，啊，这个林全院长率领着咱的团队甲国营事业，啊，这个董事长甲咱大南部的百姓深深的一鞠躬吼，表示啊，这个啊歉意啦吼，甲道歉吼，真有诚意吼，伫地方嘛真期待真轰动，啊，大南部啊污染数十年，这个林全伫哩听着咱的。啊，30位抽签的代表吼，迄天足踊跃的吼，抽签有30个吼，听了后，林全院长啊，这个心内足沉重吼，伊讲伊心内足沉重啦吼，啊，甲咱的乡亲表示歡喜以外吼，如果大家若有青春的共识，伊嘛一定吼啊，要来协助，要来从优来办理吼，以上好的条件来办理啊，这污染。啊，这是对大南部的一个弥补，对大南部正义的一个啊交代吼。啊，林全伫任内，伊表示伊有决心啊，要来完成啦吼、啊。这是本席沿用咱都发局吼、啊、的资料吼、啊，沿用都发局的资料，重工业包围大南部吼、啊，我甲市长报告，这拢烟筒吼，这烟筒这800几支的烟筒，这伫这个烟筒的西边，就是大南部吼。啊烟筒的东边就是大坪顶，就是小港二零地区、小港旧部落、中船、中港的宿舍，都啊伫这个啊，这个800几间的烟筒，临海工业区的这个东边、西边就是大南部哈。啊，解决大南部民众长期的这个受到环境污染的痛苦，政府责无旁贷哈。啊，前村是伫大南部环境正义。一个交代吼，这是啊中央的态度啦吼，中央的态度吼，非常的正确嘛，体会到百姓的艰苦。这是迄天啊，伫这个大南部的现场吼，你看人山人海，本席差不多就讲啊，两届的里长，四届的议员吼，参加过无数的公听会、无数的说明会吼，唔捌看到大南部这场吼，这踊跃，当然，因为大南部乡亲的领袖。大南部乡亲心目中的大家长、市长要到，啊，甲林全院长要到，所以因总踊跃的吼，外口阿公阿伯啊，拢叫伊的子孙爱转来听吼，爱转来了解，这是场内尔吼，场外吼，也搁较济人吼，会当讲人山人海啦吼，会当讲人山人海，啊，这是伫包围的状况吼，800几支烟筒伫遐啦吼，我想这是。啊！资料我先甲市长、甲咱的副市长报告吼，人数2万的大南部啊，有400几年的历史吼，甲红鼻头啦吼，有400几年的历史。
但是和这个象征着咱经济发展的沿岸吼，包围嘞吼，因一出世就爱受着这个命运的宿命啦吼。敢若讲工厂、甲填海造陆未来的计划吼，会当容纳200粒的这个高雄巨蛋吼，高雄巨蛋吼，的这个量吼，来伫遐啊，一直咧开发，阿伯哥一直咧开发，大南部收着的更加严重啦吼，更加严重。啊，我想吼，我细汉的时吼。我阿门港人，啊，受到阿门港的乡亲的疼痛，啊，我来伫小港徛起，啊，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50年代小港干那一支烟筒尔吼，迄支烟筒就是台糖吼，台糖日本时代所起的咧炼糖的烟筒，但是57年，啊，这个国土的规划吼，甲林海工业区用伫遐，我甲市长、副市长报告，即800几间的工厂，拢无经过环评的吼。环评法83年才通过，跩拢是无经过环评的。每一间工厂拢以更新、扩建、展延，一直咧操作，一直咧操作。所以小港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我听咱林恒大寮的议员咧讲，因遐嘛要迁迁，市长甲伊讲，这是两段吼，拄啊向大南部研作会吼。我想这个问题。真严重吼，这个问题真严重啊！无，咱无来重视嘛，袂使吼。咱无来重视嘛，袂使啊！今年吼，有两个足重要的环保甲经济冲突的案件。第一，森林灭了，桥仔头苦处分校一个学校尔吼，3年迁三遍，迁到百姓变面，迄上停咱政府的吼，上停咱森林管政府的，连迄百姓都变面吼，3年甲阮迁三遍。来，彰化卫民国馆长敢甲台化停嘞？有伊个魄力吼，因为台化污染彰化50年，伊都敢甲停嘞。这两个事件会当讲，唔但干那百姓无同款的看法，连资方都会惊吼。当时我要让停嘞，带一个县市长才有魄力，敢甲因停嘞？500个员工随无偷咯，所以这无重视袂使吼，这无重视袂使。来。我20年的民意代表，曾经有百姓问我：“孙志南，啊，你无党的，啊，无半项，啊，有法度通做议员？啊，你敢知影即马小港前阵的状况？”我讲我唔知，伊送我12字，送我16字吼，我甲市长、副市长报告小港前阵的状况，清水疏离。较早阮还阁有法度通钓鱼啊，还阁有法度通去海边。即马有前阵鱼竿开始，市政府为着和干部局来合作，要来发展高雄港。是所有的码头的部分，无条件予干部局咧用，才为遐早为甲清水梳理，阮无半个海边人去啊吼。货柜冲刺，为着要开发500公顷，以亚洲新湾区50年的计划，要甲油槽，要甲所有的工厂，要甲货柜，对二柜开始，三柜、四柜、五柜、六柜。第六货柜从二柜、四柜、2、3、4、5、6柜，现在都到小港来了，现在都到小港前镇来了哈。我甲市长报告，规个拢过来啊，货柜车遮多，干那一条路叫做中山路，叫做沿海路，无怪大寮林门的乡亲，吼、哦，咱主席的选区哈，迄、哦、条路会当讲要安怎承受遮大，国企个遥遥无期。你看遐百姓，我甲咱的乡亲讲，我知影小港人的艰苦。小港人干那两个目标尔，一个要一条安全倒来阮厝的路，一条。我要有一口新鲜的空气，行树就好。剩的，阮家己拍拼。剩的，阮家己拍拼。来，空污弥漫嘛是目前小港的状况。第三，工厂石化工厂包围，即马大厦人物要占边啊。听讲一挂工厂的头家伫遐烦恼，逐工来小港看，这是当时要好啊。阮遮个性阁要停嘞安尼，要存中华，要存卫民国安尼，可能100几年，规个工厂拢爱关起来，大家拢要来小港。杜华局长哈、哦，仔细听，研考会长哈、哦，你们都要仔细听哈、啊，这个是小港的现况哈、哦。来，我想这个议题哈、哦，爱大家爱注意一下，尤其相关局处，这是伫网络。伫小港所有的社团的网络在流行，
凭什么为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牺牲阮厦门港人，牺牲阮小港人，牺牲阮基丁人？即马基丁遐个环境也是真歹吼，要入去拢无法当入去，要出来拢无法当出去吼。咱高雄敢那村台湾敢那村高雄会当开发尔个？这个 HTTP 网站，我想请各局处所长有空啊，这个资料上都有哈，上网去看一下那边人的心声哈，那边人的心声哈，来。这是啊，市长今年的施政报告，高雄的翻转计划哈，高雄的翻转计划，市长格局非常大，非常的用心。但是这个政策可能啊，市长，我跟市长报告，拜托市长可能要调整，或者是要做微调哈。为什么？市长的翻转计划，你把高雄的旧港定位为生活中心，把新港定位为生产中心，这个旧港的生活中心。内面有199粒油槽，甚至后面半冰山百几粒的油槽，拢要来咱的沿海地区哈，拢要来沿海地区。这个以我们的博尔特区，以我们的轻轨，以我们的特贸区，500公顷范围，50年的亚湾区的计划，我们很羡慕哈。这个是新港，中山路以来下来之后，中山路下来就是前镇渔港，以南就是我们的生产中心。我刚刚有跟局处所长、市长报告，二柜、三柜、四柜、五柜、六柜，六柜就是二港口征收我们红毛港的土地，所现在的阳明海运在经营的一个区域，现在还有一个七柜正在填海造陆哈，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哈，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起定报告，国企又遥遥无期，你想想看，那个那么多的货柜从高速公路下来，大家都是往左转。左转就是小港前镇，就是大林埔的工业区。今天我也是很肯定市长的用心，但是真的地方是承受不了哈。我要甲市长报告啦哈，市长的用心，我看好到市长的格局，我欣赏，但是地方承受未起哈，承受未起。伫这，我要甲市长啊、拜托报告哈，一定爱啊、伫这个部分看要安怎来处理，我等下阁会报告到啦哈。来，这是大林埔千川的孙哈。啊，这个都发局经理的啦，哈，都发局经理的哈，唔是阮去甲伊影响哈。大林埔地方的心声，阮要一片换一片，哈，都发好尔哈，我甲市长报告都发好尔是安怎哈？千春袂使负担哈，啊，爱普查千春的医院，啊，实际住伫遐的人一定爱特别照顾。阮希望前来物疗、中疗这个所在哈，全面的健康检查，这是。都发局经理的心声，研考会都理的经理的心声哈，非常的正确。因无爱，无爱什么会？我无爱一般征收的补偿方式，比较厦门港，因无爱，不可以比较红毛港的模式，这样会负债，这样会背负贷款，规整拢欠人，规整拢负担。哈、哦、啊，要请到大笔店好唔好？一片十外万呢，我无爱。市长副市长，您敢知影？以前啊，无爱去大笔店有原因。因会惊啊！大坪顶拄啊，伫即八到几支烟筒的东边啊，东北海风一吹来吼，大坪顶整个地区墙壁都是黑色的，衣服都是黑色的。你要给他迁到大坪顶，他们才不愿意嘞。他们很聪明，我又要面对第三次的迁村，在现场，市长跟副市长都在现场，他们都有讲过，几个家长都反映，我从红毛港迁到大林埔。我怎么想到现在又要迁村呢？如果下一次你给我迁到大坪顶，我怎么办？这个是在800多支烟囱的东边呢，东边再下去就是大寮的大化工业区呢，更是受到包围。市长，如果产业结构不改，迁不完的村哦，迁不了哦。市长，趁大林埔迁村这个所在，好好啊规划这块山地哈。啊，我是安怎讲？土地一片换一片，拄啊好尔。有一个阿姐，甲我叫来，议员啊，恁吼、哦，若要上班吼、哦，就拜托哦，来大林埔的台电哦，来中油哦，要考试，当时要考哦，吼、哦，就来中钢哦，就来干部局上班哦，子孙啊拢第一名哦。结果若要迁村，讲阮遮的地无价值，啥物人讲阮遮的地无价值？阮遮的地比恁百货公司的地较好。这是福地呢，大林埔是宝地呢，宝地呢。
我们的祖先的地大拿伯几乎没有农地，都是工业用地，为什么？那都是我们祖先的地，都被征收完了，只留下我们在海边捕一个鱼为生，在邻近的工厂上班，我们都没有土地了，只有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已。你现在没有把我们换好一点的地，你说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呢？没那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一片换一片嘛，拄啊好尔，甚至爱换百货公司的地，换伫百货公司的边啊。因讲的有道理吼，市长因讲的有道理，因唔是像咱，像咱喇叭地，像咱交情人物喇叭去，因拢有土地来参加重划。来参加这个发展，因伫边啊拢是主体区，拢子孙啊拢要有几啊百平的地方来买，大拿埔拢无，大拿埔拢无，干那剩一块30平、50平，你即马阁要甲阮征收，征收收了，我毋着规庄拢做乞食。我讲啊，这你讲的有道理，我来甲市长报告，市长嘛明理的人，林全院长嘛答应要优惠来办理，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不是讲因讲了无道理，一片换一片有道理，因为阮遐地将来是要你赚钱的呢。你不是征收地了后，讲伫遐甲放伫遐呢？你征收地了后，是要让工厂要卖工厂呢？大换市政府大赚钱呢？换干部局大赚钱呢？所以我伫遮代表大拿埔人，代表未来，不是干那大拿埔，让千川钓遮百姓来甲市长报告，一片换一片。无过分吼，无过分，卖为着因为青春来互因负担，吼，来互因负担。即我要甲市长报告啦吼。啊，是安那讲未来的政策会调整着？因要青川的所在，市长，你嘛都发局嘛有建议着？阿门港青川的剩余土地无遐简单吼，迄是蛤蟆港青川专用地吼，光一个都市计划的变更，光一个。那个机关的互相的协调，那个是交通局的土地哈。你今天如果蓄地机关是经济部，那个行政程序还要相当的冗长哈。那是租散呢，伊别再七彩的合理呢。那个还要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台糖那个土地也不是那么好协调呢。市场才有一地哈，叫做小港机场。吼、哦，这地哈，迄阵南新甲大拿埔，就是要有小港机场用的。这地有244公顷，大拿埔才102公顷而已，大拿埔的主体区50公顷、60公顷，来这非常的适当。现在小英政府也要新南向要启动，我想啦，应该要这个来重新来考虑，不用急，但是虽然要急，我们要积极来办理，办得对，办得正确啦，办得对，办得正确。我又回到画面的这个部分是安怎讲？市长，你伫这个迁迁的同时，爱考虑到土地的这个未来的用途。第一，南新计划，南新游艇产业园区确定要停摆哈，确定要停摆，我们可能还要赔偿德昌营造好几千万元的开发费用。第二个，国道七号遥遥无期哈，这个国道七号是我们经济的命脉，但是你如果国道七号进入了更严峻的二阶环评，这个部分可能也应用到你的计划哈，因为二轨、三轨、四轨、五轨、六轨拢在里面，临海工业区都在里面，这个将来哈冲击非常的大哈。所有的大寮你们的议员拢有去接受到沿海路、中山路路面伤歹，我今日要乌托巴要徛等于都爱弯过来变哈。第三，谁人讲要调整？立法委员陈欧博哈。宜兰这边透过8个立法委员提案冻结我们洲际二期的经费，也就是七柜第七货柜中心，六柜政府花了215亿的经费征收了红毛港，政府又花了180亿新建了六货柜 BOT 给阳明海运，结果阳明海运不争气，把股权51%卖给外资，20%卖给日本，30%的股权，市长，我给你报告，30%的股权，阳明海运卖给中国的振龙集团。振龙集团哪里？
中国的招商局、中国的海洋局、中国海运三间大陆的国营公司来吃阳明海运，哎，情何以堪呐、啊！我阿门港人提供给您，嚯、哦、啊，您拢吃香喝辣的，阳明家公司的董事长，阳明家公司转投资的总经理，百几间，我若要做一个工，嚯、哦，得阁甲恁阿伯阿姆嘛，情何以堪哈、啊！这六柜现在是阳明海运在用，阳明海运给你卖给外资。七柜陈欧博立法委员看到这个问题，冻结这个经费，冻结这个经费哈。市长，这真正哈爱慎重考虑，尤其是国企哈没有办法做，中山沿海已经负荷不了哈，这个政策要调整。我为小港人最基本的要求，要一口新鲜的空气，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来讲话哈，所以我甲市长特别报告，注意这三项：南新计划游艇产业园区的停摆，爱阁赔人钱，以后的开发，市长团队爱注意。第二，国企无多行过。第三，陈欧博立法委员，八个立法委员提案冻结七柜的这个预算跟经费，连他们都看不下去。港务局为了发展他们的土地，为了发展北台湾北高雄的土地，没有透过我们市政府，他没有办法。咱市政府把小港海边的地随在恁用啦，随在恁围啦，围到百姓一口新鲜的空气都没有。市长可能唔知呀，因为日理万机。好、哦，啊，我甲市长报告，现在已经承担不起哈、哦，小港已经承担不起，我要特别甲市长报告啦哈，甲、哦、市长拜托。如果那产业结构没有改，迁不完的村。市长跟我说，现在没在说石化专区，都说什么产业循环专区，结果我就去大社人物问呢，问我老板呢，说、欸、什么叫做循环专区啊，石化厂啊，他跟我说、哦、石化循环专区上游就是中国石油公司，中游就是中石化，中油中油中石化李长荣化工，下游就是国桥、台本、中迁、台向、中向，哇，清惨嘛，清惨嘛！如果那在循环专区过来，签不了，莫怪咱副局长嘛接着这个丁情。如果那大老婆要签吼，阮林鹏嘛要签啊啦吼，钢锤啦、钢筋啦、钢扣啦，吼、哦，线尾啦，这也要签啊啦。小港旧部落也要签哦，市长，小港旧部落他们也吵着要签哦，大平顶他们不要，他们也要签哦。来，这是港都哈啊！这几站啊，有几来个体育赛事，因要办唔办拢为难哦，因为自爆哈，唔知要办啊唔办啊哈。啊，咱体育局讲，恁家己看状况啦哈，看状况啦哈。所以，市长，沿海六里千村很急迫，很重要，但是要取缔小港的空污，给小港林园交通安全更重要哈。这我甲市长报告啦哈，报告这是一个方向，千村重要。啊，市长的任内有魄力来启动这个千村案，干那启动尔哈。但是未来要安怎做，要有小港的空气较好，交通更加安全，卖阁面对这么多千村的问题，差不了哈。这是一个吴文哲先生哈，伫内湖外，伊就甲市长学了讲哈，伫北高雄建设这么多哈，就我咧讲的500公顷啊，亚湾区的50年的亚湾区计划，但是到尾加以讲到重点，但是小港却承受所有的苦，在赖的上面给我小港却承受所有的苦，恳请议员为小港发声公道。议员，你是正港的小港人，你清楚我们的反应是真实的，没有错哈，没有错，他们讲的都没有错哈，没有海边了哈，没有海边了，没有海边了哈，后来后扭转哈，重工业的宿命，小英今嘛新南向哈，要希望。啊，会当甲新南向哦，一个向做啊，咱的基地啦吼，做咱的基地。啊，我想这嘛是重视咱高雄吼，啊，开发咱高雄，啊，报答咱高雄乡亲对啊执政党的的支持啦吼。但是最近越南吼，越南核电工厂吼边啊块社区吼来咱台湾观光啦，啊，就去找我啦，讲啊议员啊，你这是地方的议员哦，因为阮遐越南啊足济嘛。啊，议员啊，你会当甲阮安排入来参观中港未？哦，恁越南要参观中港，啊，恁拄啊行核电工厂吼，迄社区拄啊行中港吼，你敢发160亿个台票，也未开锣，也未开会，倒个越南开160万个高票，我讲吼，
暗时啊，恁遮干部来，我遮泡茶，我欢迎。啊，我甲公关的电话给你，你直接越南和进社区的人民团体直接跟中钢去联络，他们也进去参观了，回来晚上到我的服务处泡茶。他说，我们虽然赔了160亿，但是我们要好山好水。160亿给我们周边的居民三代不用工作，三代都不用工作，160亿。但是他不爱，有告示我们要好山好水。他问我，你们小港的工厂800多间，10公里，方圆10公里，20万30万的人口，民国57年，民国83年环评才通过的法令，环保局长你听了，这内行的八十三年才通过环评，小港的工厂都是在50几年就建立，这么小的密度，这么重要，这么多的人口，800多间的工厂，他告诉我，连徽州的地区都不敢这样。现在每一间工厂，以更新、以扩厂、以上面那个太旧翻新、展延，要求啊，每间都在那里，所以小港会这么严重。所以借这个机会，我甲市长报告，是不是会当讲吼？会当借这个机会吼，啊来甲产业政策看一下，吼、哦、看一下吼、哦。啊，要请市长回应一下啦吼、哦。立即启动沿海六里的优惠千村吼、哦，我想啊，这嘛即嘛目前百姓上重要的。第二，新南向要启动，是不是讲借这个机会吼？啊，会当讲予地方啊一个转机啦吼，嘛、哦、是一个生机啦吼。哦也是一个生机，尤其是第一个议题，88%的这个乡亲希望一片换一片，异地异地，啊，我认为合理啦哈。第二，千村解决在前，用地机关协调在后，慢慢来，哈，先千村再讲，后面要怎么做，怎么样来配合我们小英的新南向启动，这个后面再来协调。第三个，林前院长也指出了哈，伊嘛讲，千村不是只有大林埔千村的问题。千村还要顾及到环境的安全、环境的正义、环境的发展，这个就讲到林前整个小港的旧部落、整个前镇地区了。林前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要因为大林埔的千村造成了更污染的工业进去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市长来，简单答复者，你对启动沿海六里千村的准备好 ？OK， 好来好来，代表来市长啊，副市长报告来。来，副市长你答问。哎、欸，多谢主席，多谢李议员吼。那这大那坡的陈川要立即来进行，这一直是咱的目标。啊，这件代志顶关，我相信李议员和我已经算老战友啊啦吼。咱在民国99年吼，一直第一届做民调开始，我相信我嘛是差不多首先入去大那坡迄个活动中心开这个说明会啦。这几年来，坦白讲，我想走过这几年，终于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进展。好、哦，那我想我们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慨啦。过去迄几年国民党要执政的时候，咱一直不管安那大声疾呼，他们讲无要插人，就是无要插人。那好不容易新政府上来，那林权院长也展现最大的一个诚意。我想伊是现任所有现任的行政院长第一个行到大那部的这个行政院长啦吼、哦。那所以我想头拄李议员讲的。咱绝对赞成，吼，就是讲陈川这个部分，咱一定要先来处理。咱唔是为着以后要做一个商业园区来做陈川，而是确实那边800几支的烟塘港，去予临海工业区也好啦，台电也好啦，甚至外口的洲际货柜码头也好，所包围的大那堡和红鼻头六里，这个生活环境已经真的不太适合人居住了，所以我们还要来进行这一个迁村。那在迁村之后呢，不是讲加这六里的所在，是规个高雄。咱的想法是讲规个高雄的产业结构都应该做一个转型，不然确实如同议员所讲的，无你迁村用的永远迁不了。那高雄这百年发展下来的重工业、传统工业这个结构没有办法改变的话，环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咱一定要朝这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当然，他都要看到，就是讲包含博二啦、亚洲新湾区啦，那是咱要产业转型的一个重点。另外，咱在制造业的部分，我甲李议员报告，那你若去问
即卖林务工业区怀旧化业者，伊一定安尼甲恁讲，因为怀旧石化业者他认为的产业链就是这样嘛，上中下游都是那个。但是我跟李院保证，如果是仁化仁大工业区现有的产业结构要搬去未来大林埔凤鼻头这一个地方，高雄市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哦，循环经济不是只有这一个，他都要在讲的是石化业上下游关系，事实上是不是我把生产出来的？副局长，我请教一下哈，我先差十秒钟啦。但是他们担心107年你就让他们站边了呢？现在每间工厂都很忧虑呢，人心惶惶呢。你107年给站边，因无当意啊，因要来吃。我想吼，107年站边，这是过去即、這个都市计划内底的迄个审定的规定，这是好的还是歹的？这当然是好的，因为对在工业区来讲，你没有给他一个压力，就好像我们25年前。要求后进五轻要在今年完成迁厂一样，你没有给他一些压力，他不会去做一些改变。他们当然会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城市进步的过程里面，其实要给这些石化业者压力嘛。副局长好，我想讲，时间无够，等下较请市长统一答复啦吼，让咱市民安心。因为小港地区真支持咱的陈市长，啊，等下让陈市长发表一下吼，啊，你请坐吼，谢谢。我想讲你啦吼，这个。差不多，咱的副市长有遮详细的说明，代表进入状况。99年就真正建立啊吼，民国99年，迄阵我就为着这代志咧拍拼。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如果若唔是像副市长安尼讲，是将来咱面对遮侪问题，我甲市长报告。两年前，甲咱高雄港类似的，因为你要甲油泽搬过吼，你要甲油泽搬过。两年前，天津港跟我们高雄港类似，天津港的石化爆炸。1000多人损伤哈，死伤哦。或许我们高雄远在千里之外，高雄人感受不到。但是2年前的81气爆，三多路、凯旋路的81气爆，我们高雄人的梦魇哈，即马搁咧诉讼啦哈。所以我想，如果若唔是打村副市长咧讲的安尼，唔是上中下游一直来，吼，这当然吼，咱迄落，但是你嘛爱考虑到因那边。那边的人人心惶惶啊！要投资也唔敢投资，要用也唔敢用，因为107年，恁就要甲占边啊！唔再会存这个台华，你甲阮停咧未？操作执照准唔好管，因遐嘛会烦恼啊！因遐嘛会烦恼啊！所以吼、哦，我通经过的案，就是第一，爱一片换一片，拄啊好尔。第二，工业的部分，卖过去来小讲，因为承受不了哈，承受不了。这个要甲市长、副市长拜托，啊，甲报告。啊，请您来研究哈，请您来重视的一个方向。第二，这个议题啦哈，已经嘛讲足久啊哈。大桂林的花海自行车步道哈，啊，大桂林火车口的花海节的这个进度，我想我画面拢无换哈，就是要提醒市长啦哈。来，即马这个因为货柜哈，柜个拢走入来咱的小港前镇，这就是高速公路哈，高速公路这三国通道来了后，所有的车拢伫中山四路这咧行。啊，佮因为加上今年。啊，戴鲁阁草衙道的开幕，台糖航空物流园区的解编哈，四期的重划区拢开发，四期的重划区拢开发，造成哈，小港哈面对的冲击更加大哈，尤其是百姓桂林下庄抗敌啊合作中处，这五里哈啊包括桂鼻啊，这个高雄路附近大坪顶跩乡亲哈，真正哈无当行行，无当行行哈，这货柜车伤过侪啊哈，啊希望哈。啊！伫机场北平遮吼，借这边的开发的机会，是毋是会当花海自行车步道？因为这个所在，因为你机场的开发，啊，你机场的面积无够，你把这个机场的北平吼，征收71米的这个农路，要来扩建你们的机场吼，要来扩建你们的机场。那这个机场，因为你们这个地方，因为你们机场的开发，因为你们台糖土地的开发，受益拢是恁吼。结果受害都是我们附近的百姓。台糖跟高雄机场有责任、有义务来协调我们地方解决这些问题。机场北侧的用地6米农路，今麦嘛无看到，高安夫妇嘞哈，高安夫妇嘞征收收嘞微微嘞，今麦无看到，今麦无看到了哈。来，我甲市长报告哈。来，这个部分就是伊这届征收的范围哈，征收的范围，这特仓区、航空物流园区哈。这个部分机场敢那一个单跑道哈，咱专线敢那一个单跑道的机场，即马外环路呢，市长我甲你报告哈，
这大代志呢，这民国五十几年起的机场吼，跑道拢无换，即马飞机无啥敢来，无啥敢落咧，那个路面都是颠簸吼。啊，但是他们想花包整件，光这一条跑道重新铺除吼，要九亿多的预算，标未出去，谁那标未出去？因为它有速进的限制，飞飞到十一二点，包厢就爱刷赶紧咧做，做做咧三四点就爱停咧，刷咧验收看这。在阿门头顶咧，无飞机，搁要飞落来啊！哇，飞机单跑道，实在真的是很危险哦。单跑道现在已经颠簸了，航空公司都在反映安全有问题哈。但是机场苦于飙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有速进的问题，因为离我们的民宅太近，因为有安全的顾虑，所以这个机场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哈，是不合适的。除非他又征收一条新的跑道，又开辟另外一条新的跑道，阿伯。白天没有办法修理，飞机在起降；晚上修理吼，咱政府都要骂死啊！立场甲议员都要骂死啊！马公啊，机场暗时啊，怪兽哭哭叫、呜呜叫，因为白天他飞机要起降，他只能夜间来工作哈。所以我甲市长报告，因为因的开发，因为因的发展，来甲咱地方造成不便，伊有义务来甲咱协助哈。所以即马台糖航空物流园区这边这个案。保留绿地建设为花海自行车步道这个部分哈，加靠位花海这一部分，这决定了这个部分来，我市长报告，这就是即嘛，这个围墙要向外推，要向外推71米，这个是农地将来的靠位花海好的部分哈，是不是讲这很多靠位的业者，来我市长报告，这就是哈，这他们都啊这个，这他们都啊那个圆球的部分，关机的首选，这是夜间的部分哈。这是龙路目前来讲哈，这个我们希望在它的机场的围墙，我曾经哈带过迄个当地校长去看因的围墙，讲是不是会当来彩绘啊？是来看看的哈，校长，迄墙啊哈，拢是五十几年盖的，都石板的，一块一块合起来，拢歪去啊，日晒落哈，风化了，梯啊歪去哦，拢袂歪直啦，要画图嘛，无法当画啦哈，要画图嘛，无法当画哈，啊，所以就是这部分啦哈，就是这部分呢。来对这部分的围墙哈，这拢斑驳去啊哈，啊这无法度通画啦哈，无法度通画，是不是讲有加币的业者，有飞机的起落降？如果还有我们的花海，如果还有我们墙壁上有我们地方的社团来认养，有学校的小朋友来认养，多好的一个观光景点！我知道我们民政局长现在的观光局长好像去过地方好几次，跟里长有过协调哈。这我要甲市长报告，你存这样的话好哈。观光业者有加逼，有飞机起落降，有机场的围墙。现在我们如果不去协调，又随便他做，将来又不能彩绘了哈。机场北侧啊，土地征收新建围墙哦，交予咱的好好来彩绘。我想这嘛是一个好代志。这来台中沙鹿文泉街，这较早我捌你看过非常的斑驳，台中市政府补助经费，黄色的疗愈风哈，全省闻名，注入了社区的亲和力。这个是台南的建村，很有名哈，也是很虽然很宁静，但是也很漂亮哈，游客也是如织哈。这个更有名了，彰化南新立体彩绘村哈，这个彰化县政府力推的一个观光景点哈，因为他们有加上花海，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农地哈。我去照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淡季的时候，他们还有在做农作。这个一个乡间的小路哈，彰化县政府绿推的观光景点。我们的机场那么好，也有飞机起降，也有咖啡业者，他们自己要养护啊。机场提供围墙，所以公务局、都发局、民政局提早介入协调，因为我们当初。附带条件让它开花，我们的他们的绿地减少了 3.52 公顷，就是附带条件，它要提供一个6米的农路，完整的6米农路，然后在它的围墙旁边，它那个围墙是可以彩绘的，是适合让我们小朋友来展现的，是让我们的学校来那个的。我想这是好代志啦哈，我想这今仔时间无够，我就甲市长报告安尼，来，各用银行哦。增资18亿的代志，奇怪，大家拢讲叫银行较有咧增资的可能。4月19日，本会邀请咱的各行银行来做专案报告。专案报告了后，
咱的市民朋友投资圈、金融圈，都拢真重视哈。为着股东的权益，为着九百个员工的权益，为着咱市民朋友，为着咱高雄市270万人的人口，高雄银行一定爱咱政府来做，爱咱的主导权哈。所以啊，伫迄届了后，要认职股份，袂使无人，袂使去别人借去，这是咱爱照顾的，咱爱照顾的。啊，我是安那有人问我讲，议员你是安那会重视这个问题？我甲市长报告，今年两个服务案件，第一30年的厝，要去甲市银行借钱，30年的厝市银行唔借。李瑞昌当署长，即马伫监管会，佮讲啥物要都跟哦，啥物啥物银行爱做后盾哦，骗人。30年的厝，我佮伊拜托，啊拜托袂通，30年袂借钱。第二，高雄市的国宅袂借钱。市长，我甲市长报告，高雄市的国宅袂借钱。啊系啊，国宅有66栋，有诶有厝，有诶有地，啊有诶有厝，有诶无地。无地就是讲咱的所在袂歹，政府留来市场用地，下面都是全联。都是很知名 的一个超商在用的土地，是高雄市政府所有，都市计划是市场用地，这个都是多目标使用的，不能借款。基层的百姓怎么办？你高雄银行都不借了，谁来借？为了这两个问题，本席特别去研究高雄银行，特别去研究高雄银行，也特别去拜托，没借钱就是没借钱，市民朋友只有等在打卖，没办法就走来把钱装借。所以这个问题，我要甲市长报告。这个问题，我绝对要甲市长报告哈，一定要关心咱高雄银行，一定要主导权，才有法度通影响哈。来，人按惊要恁啊借，恁唔借，莫怪啦，莫怪恁拢袂趁钱啦。我按地方银行比较哈，三信啦、台南三信啦、高雄三信啦、台中银行，咱差人有够济，咱的盈余差人有够济。你唔借啦嘛，你唔做嘛，来好，咱的税收借嘛，你拢要做台北个嘛。结果台北公司赚钱，人拢税收拢伫台北，来负担伤大。11个当干事坐牢，到要1500万，一年11个当事啦，1500万的薪水啦，总经理啦，两位副总的，这拢年薪500万以上的啦，总稽核啦，法务主管啦，干那拽吼，一年吼1156万啦，当事长甲总经理的司机吼145万啦，一个司机一个月就75万啦，来李前董事长。刘董事，因两个是不是违反旋转门？包括我们的林正义副市长、市长，在咱高雄这么好的声望，这么好的基础，在上尾啊阶段，莫因为你无守法，莫因团队无守法，来予人留下话来讲吼。所以这李瑞昌在前五年做咱的财政局长，做咱的秘书长了后，随转过做因的董事长。我想我简单报告得了，财政局的副局长刘仲信也是同款，退休了后过工随意做晋和企业的民股 的代表。市长以后派董事的时候，一定要给市银行提醒，一定要操守为考量，一定要以专业为考量。除了我们三位公股，这都没领薪水，我们三位公股没领薪水啦，包括我们的副市长，包括我们的局长，这个都没有领薪水的。其他的我没有看到一个有专业背景的，有媒体人，有律师，有什么有钢铁公司 的董事长，钢铁公司的前董事长，台本的前董事长，要求啊，哦，这种来啊哈，来好，啊你嘛不要紧啊，你细条的唔少，你都要借大条的啦。金融圈盛传，盛传上面我想查证一下吼，市长。有一间叫做乐基公司啊，伫103年，伊迄阵叫做原名叫做冠华啦，冠华科技哈、哦。伊为着要上柜，透过咱高雄银行四位高层，对因的伊的旗下的 BCD 三间公司分散放款哦，借因2500万哦。市民朋友要甲伊借钱吼、哦，市民朋友要甲伊借钱唔借哦，艰苦人吼、哦，国宅唔借，30年的厝唔借，伊甲你借2800万，结果。强行复盘核贷，乐基公司就讲，如果若过1150张的股票，要来搭下高雄银行的高层，包括独立的林董事，这什么人知影1000张？两位经理级的，一个人分到50张，迄阵的董事长分到50张，我来咧嫌疑啊呢。哦，啊，董事长分50张，啊，这个董事分1000张，
市长啊，这牵涉到咱的声誉哈，一定要查，属于放款抽佣百姓股东哈。今年上重要的赵丰金的当署长蔡有才2亿5000万高报，前行政院秘书长陈庆才嘛是咱的监察委员。我今啊，咱讲到啊，哎呀，唔好去破咧，哦。来，是好，谢谢，市长，多谢啊，多谢，感谢诶，李议员吼，大那部迁村的部分一直拢伫进行中啊，起码咱过年了，吼，我感觉挨家挨户的调查，包括咱若要去共调查，啊，应该咱具体吼，咱市政府、区地机关提出来。迁村的条件是什么？安尼，咱调查的结果，咱的乡亲才知讲哦，我迁村是一边换一边，还是讲我要起迄个大楼，还是讲我家己要伫外口有一定的补偿去外口，等等，就是讲因所有迁村的条件拢爱变卡，啊，这伫农历过年了，应该真紧啊，都会去处理，吼、哦，啊，这个部分。中央政府对咱调查的经费也有支持，吼、哦，啊，过来就是讲有关讲咱机场边啊，啊，李议员特别关心，吼、哦，就是讲咱迄个计划来书内底民航局要伫咱的迄个机场的北侧，哦，你拄则讲真济只，这个六公尺这个农路吼、哦，啊，这条路咱诶民航局要来开辟。啊，这市政府已经这拢确定啊，啊，但是公务局吼，啊，包括讲未来这墙啊，要安怎来做，会当予人是一个很精心啊，真有吸引人啊，这个部分，阮会请公务团队都市发展局来加协助。啊，过来就是讲咱拄只，李议员特别讲高雄银行吼，这个认购。诶，迄个洛基私募基金这个案，当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李议员啊，认为有违法，啊，阮真欢迎议员甲前调单位来检举。吼、哦，但是阮高雄银行查这个案，并无违反银行的法规甲相关的规定。啊，这个嘛有经过主管机关金管会、证管会来调查。审核通过啊，但是这个案是1903年发生的案啊，我想以后咱个人吼，我感觉咱的董事会有做检讨，
绝对以后对这个部分绝对袂使有够发生。啊，过来就讲未来，也是讲对高雄银行是毋是爱贷款，予咱需要啊较弱势。哦，咱这啊这个部分，我嘛希望高雄银行是为着咱的所有的市民存在的银行，啊，当然是爱疼惜较困难。啊，如果三十档也是一般，我希望高雄银行的董事会伫这个部分爱彻底来检讨。啊，所以讲咱今仔日李议员有提出真济真重要的意见，吼、哦、啊，我感觉市府的团队会根据这个资料。吼、哦、啊！我感觉市政府会安怎努力哦？安怎未来对高雄产业的发展啊？对未来吼、哦，咱要安怎让唔免让所有的住民吼、哦、免迁迁是最后的选择啊！但是产业的转型，这是咱要打拼的目标吼、哦、啊！这个产业的转型，嘛唔是短暂的时间，随会当完成吼、哦、啊！所以讲，咱一直往这个方向。哦，啊，伫遐，安尼一步一步，安尼伫行，啊，我同意要安怎，互咱大南部的乡亲有一条转去真安全的道路。所以讲，对台电中林路的部分，哦，我们要求这个部分中央台电应该在这个部分加快脚步，有效率，中林路的修路要赶快完成。啊，伫阿美千川以前，对大南部的乡亲。哦，四周围环境的改善，啊，莫讲啊，八百几支烟筒，啊，四周围的环境，哦，咱拢无改改善，啊，这个部分嘛在努力中，啊，所以讲，阮会甲这个成果会继续予你议员知影，啊，伫遮再次出甲你讲感谢，谢谢。好，谢谢李顺清议员，谢谢，休息10分钟。